大家好，我是李云飞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别人借过钱，也都借过钱给别人。那借钱的话题是三天三夜都谈不完。那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借钱，结果朋友成为了敌人，亲人变成了仇人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借钱的这个话题。钱我们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佬们都是如何说的。 第一，钱借出去是人心，收回来是人性。曹德旺说，最好不要把钱啊借给别人。那要借，最好就是送给他，觉得他可怜。那朋友之间不要借钱，不是朋友那就更不要借钱，没有必要。钱借少了不还，大不了我们损失点钱财；但是借多了不还，甚至连命都会丢掉。那曹德旺真是什么话都敢说，一语点醒梦中人啊！ 曹德旺从穷人家的孩子，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路打拼，而成为了玻璃大王。那相信身边向他借钱的人也不在少数。那曹德旺肯定也借过很多的钱给别人，后才由此感悟。所以说，朋友之间什么关系都可以有，唯有金钱关系不能有。那什么兄弟情、血缘亲，这些在金钱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。 大衣哥朱之文在成名以后，就是因为借钱给村民，从而让村民啊一度的嫌弃。那很多村民借了还要借，狮子大开口，那一张嘴就是几十万元。不借还说你朱之文不够意思。那有的时候钱借出去是人心，收回来真的是人性。第二。 借钱给别人就别想着要回来。王健林说：“我办公室保险柜里面经常都要放一些钱，因为经常会有人来找我说是我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。”王健林说：“我连想都想不起来他是谁，啊，他就说是有困难要找我借钱。那王健林呢，毕竟是商场中的高手，看透了人性。那此时他想都不会去想，就会从抽屉里拿点钱给他，让他马上走人。” 王健林说：“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会还我。那身在商场当中，多个敌人永远不如多个朋友。王健林更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他就会舍小利而求大财。那当然，相信这些借钱的人也都是借些小钱。那如果真的要向王健林借大钱，我相信王健林啊，他也会三思的。那这就是一种借钱的格局。王健林这不是在借钱啊，是在呢给钱。” 那这样呢，就不会让小事来麻烦自己。那如果借出去的钱，老是想着他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们呢？那这个时候，我们最好就不要借了。那因为钱借出去，最后只会让我们伤神又伤心。第三，根本就不要借钱给别人。那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和麻烦。那当然，最后也都会得到解决的办法。那无非就是有钱是有钱的办法，没有钱呢是没有钱的办法。 所以啊，当别人向你借钱时，那你要学会助人不饶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你觉得借钱会让自己很为难，那最好就不要借给他。那不借给他，最多只会说你一两句坏话，但是不会和你变成仇人。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像曹德旺所说的一样，那如果你觉得他很可怜，那你就给他，不要借给他。那因为借，你总会想着他什么时候能够还给你。 而给呢，则不需要他还的。那这样你也就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惦记，来让自己烦恼。烦恼是怎么来的？那就是事情的结果没有达到你的心理预期。那你没有预期了，当然也就不会烦恼了。 借钱见人性，我们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好，当然我们也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坏。那借了别人的钱，有时也不是你不想还，而是因为生活所迫。那信用是和你的能力相挂钩的。那当你没有相匹配的能力时，那说好的还钱时间，你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去还钱了。那所谓的人性，此时此刻也就呈现出来了。那穷人，我们不要只学着如何去借鱼，而要学会啊如何去钓鱼才行。 那生活在这个社会，富人不会借钱，而我们穷人也不要轻易的去借钱。那双方少一种金钱关系的往来，我们则会少掉很多的烦恼。当我们学会自己去承担责任时，我们才会慢慢的长大。你对借钱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。